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我工作当中的一个断桥窗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看，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断桥窗。那么断桥窗它有1000多余平米的，也有400多余平米的，现在垒材也涨得厉害，它就这种价格就区分的很大了。那么就是说，我们接触的几十年的这种，专门从事这个装修工作的人，你要具体的要与时俱进的跟着走，都还有些东西还跟不上。那么就是说，你一个不从事这种工作的一个客户，你要相当详细的去了解整体的这个过程，那么可能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有一点不现实了。你看，具体的就是这个窗风，它第一要看它的这个就是垒材，垒槽是不是再生的，是不是那种延伸的，它因为观测上有区别。那么这些具体的你怎么区别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断桥窗它中间这个就是现在中间这个就是连接断桥的这个结构。它有 PVC 的，有尼龙的，这种价格相差着。你看，有的 PVC 的就是7000多，那种尼龙的就是接近3万多。那么这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你看这个价格相差就那么大。那这个第二点垒材，你看第三点就是说，你看这些胶条，这些胶条，胶条也好，有好的也有坏的那种胶条，区别也是很大的，价格区别也是很大的。那么胶条还要玻璃，你是要里面充不充气啊？等等一系列这个玻璃，玻璃完了以后，还有那个具体的你要看它，还有那种用的胶，用的胶以后，这些关键还要看它的五金件，那五金件的好坏也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自己这五方面看了以后，你还要看这个具体的，就是我用的垒材，就是说我是不是统一和你用一种垒材。那么就是说，根据实践的经验，如果说是你那种支撑的垒材或者门上的垒材、窗上的垒材等等一系列的垒材，是不是我统一的和你用一样的垒材，一样厚度的垒材？那么高空的时候，你是不是有那种防坠损等等的一系列？那么就构成了这个整体的一个价格。那么具体的讲到这，就是说我们就存在着一个相当巨大的一个矛盾就在里面，一个就是说，你，不可能在一个时间内，你迅速的能够了解这些等等的一些方面，并且它日新月异的在发展着，那么你就只有像赌博一样的，就看这个人装修的这个人是不是实在的一个人。那么，往往实在的人，他价格是就是比一般比较高一点，因为他可以用好的材料啊，用好的这些，甚至做工啊等等的一系列在细部上抠的话，他价格肯定就高。那么，大部分人就是因为这个价格上就他就不选择你了。那么，你就是说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就是说你也诚实，那么你就在现实的世界里面，那么你就会变得难不倒活计，你就会一变得慢慢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利益的好处。那么等你说这些具体的这些穿风，你要具体的用下来，就像这样胶条好胶条坏胶条用下来，这些用下来了以后，那么你这些就像那个防坠损，你可能一辈子你有用不到一次，然后万一就是一出事，你就是大事。那么就是在这些具体的细节里面，那么你的选择等等的一系列这些问题，不好的垒材差一点的薄一点的这些垒材出了问题以后，那么也是很多年以后的事。那么你一个诚实的一个商家，你谁来观察你那么几年？那么这里面就其实就给那些
不诚实的商家提供了大量的生存空间。那么这个具体的现实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那么讲到这以后，我们接着聊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西瓜视频上面看到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法学教授，他讲了一个例子，他就说我和一个学校做工程，做完了以后工程校长不拨钱给我，那么我就去找我的亲戚亲戚的亲戚，找到了一个公安局长，那么找到一个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就打电话给他，给这个校长，那么我也校长也把钱全部结给我了，那么我去找那个公安局长的时候，公安提着20万去找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就说你把20万放下，我帮你说，我帮你摆平。那么他这是一个举例的，就是说，那么他就问了他的钱也拨了，那个公安局长也拉了这20万呢，他就问，就是说公安局长不算犯法，他拉20万是正常的，那么他送公安局长是20万也不算犯法，也是法律允许的。那么他就转了一下，假设说这个公安局长换成了一个教育局的局长，那么这个教育局的局长拉的是20万，打了电话帮他把钱也要回来了，那么这个教育局长就算犯法，就算贿赂的，那么他也算犯法，就算贿赂的犯法了。那么你看，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就像搞装修的，他们太熟悉里面的这些具体的过程，就是说他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你所有的这些泥丝等等的一系列，他们就一直在这些地方绕这些问题。你说一个绕的问题就是一个植物，你因为好像我大体的理解，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大体的理解就是说你这个部门看是不是垂直的，这个部门 你是领导的这个部门，那么公安好像体系好像不一样，那么他就不算那个这个就不算犯法。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就和刚刚说的那个垒川的事以后，你的边上我和你用厚的，看得见的我和你用厚的，看不见的我和你用薄的，那么这是不是就存在着一种这样的一种关系。我如果说是我是这个教育局的局长，那么我就找一个那种影视部的一个朋友，让他打电话，我们约着去吃一顿饭，我就吃饭的时候我就说校长我们一起吃饭，就说我的什么事情都跟这个影视部的这个部长他可以前前代表我的那么影视部这个又打电话给这个校长，那么这件事情你看也办成了，那么影视部这个就不算那个违法，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也可以就像这样很多的就把很多的一些事情，因为你懂，因为你信息的不对称，就把这件事是不是就办好了。那么讲到这就存在着一种，就是说一种漏洞吧，凡事都可能有一些漏洞，那么就是这些漏洞你要有人来负责了解这些东西的，那么这些东西就形成了，这些漏洞就能够补上，如果没有的怎么补呢？就像现在的一种保险也是一辆三轮车和一个轿车出事的，明明是轿车这个人他看手机，他把三轮车撞了，那么这些树棍就是你养了很大的一批树棍，他就可以找种种的理由去把这个机动车鉴别了以后，说是这个机动车的鉴别以后它不是国家允许你上路的，
那么不允许你散路，我又要卖，卖了我所有一个普通的购买者我就去买了，那么你等等的一系列，好像你都是就是围绕着一个很，你不管怎么跳怎么跳，就像那个如来佛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心里面，怎么跳你都跳不出来。那么最后的感觉，个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就像耍猴一样的在耍猴，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可以指鹿为马，那大家就认着这个指鹿为马的，就说见到一个奴的就说是马是马是马的，因为都怕麻烦。那么他就有一个空间，这种空间转到最后，实质上垒穿的也是一个道理啊。那么所有的法理体系你也是一个道理，那么你有那么多多的漏洞，又没有这些合理的一些逻辑关系在里面啊，一步一步的这种自由着，那么就成为一种相互之间形式上有自由，而相互之间他们也可以串成为利益，串成一个共同体。那么最终的给人感觉就是好像就是都是朝着那些不知道实情处在底层的那些没有能力的人，都是从他们下手，只不过说是以前你是一个人下手，现在是联合几百个你下手。因为你说一个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不可能就是我工作完了以后我什么都要知道，胶条是什么，是 PVC 的怎么鉴别，尼龙的怎么鉴别，你的胶是好胶还是坏胶等等的一系列，那种穿子里面是三层的两层，里面是不是要加气体等等的一系列，他怎么能够知道？那么不知道以后，那么设置的整体的一些东西就全靠两张嘴说，就看利益的。你把最后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就看这个人有没有道德，站在这个人站在这个立场上，站在这个现在以金钱为主的这个立场上，你怎么能够设置出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东西。那么说到最后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你翻过来倒过去的所有的这些这样一样这样一样这样行接的东西，它都能够在一种更大的范围内慢慢的有一种东西进来，它就慢慢的一种以实际性的它就把它转换了。那么所有的这些转换，就如果从着知道的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那么就像这样一层一层的，就是这样我找种种的合同，种种的一系列的我想好了以后，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我一天吃的饭我就没事，我就在琢磨这些问题，我就在想着我怎么绕你，怎么骗你，怎么弄钱，怎么搞利益，怎么输送，怎么等等的一系列的，那么最后的受害者，那么就是往往就是你也处在不知道，也处在底层，也是善良的人，那么就也受罪。那么讲到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一个更核心的一个点，更核心的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生产关系。科技是第一生产发展力，我就感觉到这是非常不可观的一个说法。生产关系是不是生产力？它也是生产力。是不是地级生产力？它也可以说是地级生产力。那么就是说，大量的在这个生产关系无化的这种时候，你烦我烦你，大家都互相不信任，就是说弄到钱就是为王，就是这种在这种动不论底下自然的一种发展，它会是什么一个结果。那么讲到这又讲个题外话，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你没有办法，那么
你绕过去，这样绕过去法离了，服务了的绕圈以后，还就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你没有钱。那么这是我们自己这种能量级的人来思考的问题。那么还有一批人能量级的来思考问题，他们又是怎么思考的？那么就是说，改这个绳子，那个彼得大帝不是解有个绳子的时候，如果大家就是想怎么解怎么解，那么那个彼得大帝他解绳子的办法，他是抽出剑来就把它砍。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生产关系是一个非常已经落后的一个生产关系，你被种种的已经漏洞百出的一个生产关系，那么你只能就是向更底层的人下手。那么如果说是上面的人要改解这个问题，怎么改解？所以不是有的时候就说到这个极端的想法，就是砸烂等等等等，没有办法，它一旦形成了一种 互相之间融在一起的这种以利益为准则融在一起的这种生产关系，他自己投生产关系，他就是要欺凌别的，就是要向更低的人索要利益的。那么讲到这，也就把我自己的问题讲清楚了，就是说生产关系也是一个社会发展极大的动力。那么我还听到有这种说法，生产关系就是分配关系啊，当然这可能有些牵强，但是生产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做装修的遇到客户了，你要本着一个相当负责任的态度，就是说等等的系列你要和他讲明，这种情况是这种，这种情况是这种，这种价格是这种，这种价格是这种，我很透明的和你说，说了以后，但有些人能够理解，有些人还不理解。那么你能够透明的说，这个装修我能干的我就和你干，不能干的我们就拉倒。那么如果说是传记话来说，如果这件事情我气气哄哄的，我就完全玩一些套路等等的一些套路，嘴上说一样，实质上干一样，然后在你不懂的地方呢，我就加插的那些以次充好等等的一些来平衡价格，来捞我的一把利润，然后你也看不出来，你几年你也看不出来啊。那么这种又是一种生产关系。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建立在什么一种基础上？这就是一种很关键的问题。那么你就要找到一个，怎么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种设计来把这件事情把它搞好。那这个事情真是很难的，很难的。很多地方都是说你以利益为中心以后，那么是不是完全的以这个利益为中心来设计一些等等的东西，这种方法上的这些具体的东西就很关键。那今天就和大家都聊到这，那再见。